建设国家的交法，一切赠送传归安拉，用世界的主。安拉在古兰经中说：“你们当为热力和敬畏而呼入，不要为罪恶和恨报而呼入。我见人万物非汝，唯有安拉独一无二。我见人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仆人及其使者，求安拉赐福于他及其家人。”以及所有圣门弟子和跟随他们的众人，直到报应日，毫无疑问，所有国家和人们都寻求建设一个强的和稳定的国家，这是为了实现其目标。建设国家是一门需要经验的科学，日式的科学，需要了解我们所面临挑战的严重性，个人和团体的叫法和建设国家的叫法有很大的不同，特别是因为世界正在迅速改变，涉及到政治、认知、经济和文化联盟的语言思维。此外，世界现在遵守国际规则、法律和条约，任何理智的人和国家都不能忽视这些国际规则。国家是保护安全和稳定，也是建设思想、认知和经济。如果没有国家，那么只有混乱。建设国家最重要的职责之一，就是加强国家机构，建设法治原则，维护宪法律权威。这要求个人尊重国家法律法规，遵守交通规则，不要违反交通规则。因为这种行为都会导致侵犯他人和道路的权利，以伤害生命。安拉说：“你们不要自投于死亡，你们应当行善。”安拉的确喜爱行善的人。穆圣说：“不要伤害和互相伤害人。”尊重国家法律法规会导致建设一个强的和稳定的国家，因此每个社会都必须有控制个人行为和保护人权的规则和法律。社会中每个人应该保持权利和履行义务。如果没坚持法治原则，也没维护宪法法律权威，那么国家就不可能安定下来。尊重国家法律法规是建设国家最重要的基础之一。尊重国家法律法规会保护所有公民。尊重国家法律法规是社会稳定的因素之一。每个人应该履行自己的责任，应该让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。牧师说：“你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牧羊人，你们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羊群负责。领袖是牧羊人，要为自己的百姓父子，男人是全家的牧羊人，要对他的家人负责；女人是丈夫家中的牧羊人，要对家庭负责；仆人是主人财产的牧羊人，要为所管理的财产负责。你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牧羊人，
都要为自己的羊群负责。我们尊重国家法律法规，尊重他人的权利是非常必要的。尊重国家法律法规，让人们和人们之间传播平安、安全和稳定。于是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国家在各国中占很高的地位。人是国家最重要的日。建设国家最重要的是入社依旧设经济建设。强大的经济是国家能履行国内和国际的义务，并为其子女提供体面的生活。如果国家的经济出现衰弱，那么贫困和疾病蔓延，生活被打乱，道德败坏，有很多犯罪，敌人以各种方式试图摧毁国家。因此，伊斯兰教非常重视金钱，因为金钱是命脉。建设国家的经济最重要的日出之一就是将各样工作做得尽善尽美。伊斯兰教提升了工作的价值，按了敦促人们努力工作，不要坐视以待，散布在地方上寻求自己的恩惠。正如安拉所说，当礼拜完毕的时候，你们当散布在地方上寻求安拉的恩惠。你们应当多多的纪念安拉，以便你们成功。又说，他为你们而设大地平定，你们应当在大地的各方行走，应当吃他的给养。你们复活后日归于他。穆斯尼敦促人们努力工作，不要坐视以待。他说，任何人绝对吃不到比他经受劳动所得的更好的食物。安拉先知的我就自食其力。穆生说，如果末日来临，你们谁手中还有树苗，如能燃起来种它，就种下它。又说，只要一个穆斯林栽了一棵树或种了庄稼，那么无论是人或动物吃掉的运输在种植的实施工作和生产，会建设国家，保护个人尊严。建设国家的经济最重要的支柱之一就是培养文化、宗教知识和科学的意识。无意识和意识的缺乏不能有助于建立一个强大和稳定的国家，因此必须提高社会所有成员的认识。社会中每个人应该履行自己的义务，国家机构都不惜培养文化、宗教知识和科学的意识，因为这种行为让人们来了解我们所面临挑战的严重性，也是也让人们不重视破坏我们国家的谣言。正如安拉所说，信道的人们啊，如果一个恶人报告你们一个消息，你们应当弄清楚，以免你们无知的伤害他人，到头来悔恨自己的行为。我们当有些被应该吸出别人的经验教训。正如安拉所说，信道的人们啊，
你们当有预备，孤等部分动员或全体动员。我们应该知道，像现实国家定为我们无法推卸的日子。牧师说，帮助你的兄弟啊，把我论他心愿，我论他心归或是被归。一个人问安拉的事实，安拉的事实啊，如果他被人归了，我应该帮助他。请你告诉我，如果他归了人，我怎么帮助他呢？事实说，你日日他心归，这就是对他的帮助。因此我们中每个人必须保护祖国。如果有一个人伤害祖国的利益，那么我们必须勇敢地面对这个人。正如牧师所说，你们不要嘴巴如流而说容人做得好，我们做好好做。如众人怠慢，我们也怠慢。你们当坚定理念，众人能做好，你们也要做好。众人如怠慢，你们却不能怠慢。又说，遵循安拉的法度和违法乱纪时，譬如一伙人在船上抓阄，故一部分人在上葬，一部分人在下葬。下葬的人喝水输到上葬，故下葬的人喝鸡。假设我们在下葬造一个洞，我们就不打扰上葬的客人。倘若上葬的人仍在下葬人去做，则他们日不养死了。如果他们要去日日子，双方都得以休了。人不仅做善心，而且应该全人这就是这一阶段的教法。按了说他们的秘密谈话，大半是无意的。传人吃食，或传人行善，或传人和解时，出来是为安拉的喜悦而做此事。我要赏赐谁中得的报酬。要说你的主不是为部分人迷信而毁灭那些世人，而多数居民是善良的。传人和解是中现实和中事实的行为，也能向社国家并保持国家的统一和力量。这有助于人类生活在和平与安定之中，没有冲突，没有暴力，没有恐怖，不要在地方上作恶。我说了以上这些，求安拉饶恕我和你们。一切赞颂传归安拉，荣耀归的主。我相信万物非主，唯有安拉。各位穆斯林，建设国家的经济最重要的日出这一就就是社会团结。伊斯兰非常重视社会团结，因为社会团结能在人和人之间传播稳定亲爱之情和不爱。伊斯兰也命令不伤害别人。穆斯说，你们中只有爱人如爱伊的穆敏，其信仰才算完美。要说穆神所说，日主法师他没有信仰，日主法师他没有信仰，日主法师他没有信仰。有人问安拉的使者啊是谁啊？使者说，就是上海邻居。是起步的安定的人。又说谁的普遍的谁学了，而同时知道他邻居人在挨饿，谁就没有信仰我。
家庭团结是社会团结最重要的底线之一，因为家庭是构建社会的第一个基石。家庭的责任是保护孩子们，培养他们的意识，在心理、精神和理智方面，也在家庭稳固。和睦相处的家庭长大的孩子往往比分崩离析、断绝近亲的家庭的孩子更加稳定。牧师说，一个人没有很好的赡养他赡养的人，他足以犯罪了。我们应该让我们孩子了解我们所面临挑战的严重性，我们也应该提醒他们对自己祖国的义务。我们应当把爱国种在我们孩子的心中，将是国家最重要的支柱。这也就是提升道德的核心和道心和善心的价值，不建立在美好价值观和道德基础上的民族和文明是绝不可能复兴的。道德在伊斯兰教中有着很高的地位，穆斯林引导的二弟兄最高的信仰品级，在复生复活日他的阳光他的上供的分量较重，正如牧师所说，在复活日信息的成本中，没有比好品的更贵重的事物了。安拉恼恨下流的人、卑鄙的人。有人问安拉的使者，什么是最能使人进天堂？甚至说，因为安拉和美好的品德是衡量信仰增加或减少的标准。正如穆斯林所说，信仰最完美的人是品德最好的人。美的会是一个人不做也不说恶言。正如安拉所说，一句恶言恰似一棵恶劣的树，从大地上被两根拔去，绝没有一点安定。主啊，求你引导我们与最美的平行吧。主啊，求你使我们的祖国国泰民安。求安拉保佑埃及他的人们和所有穆斯林国家，并祈求安拉保佑埃及免于各种患难。